我是何清宁，一个热爱工作、心里只有女儿、不需要爱情的女强人。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可是，在那个瞬间，我真实的动心了。一切美好的，让我只觉得这是一个梦。因为想见你，所以来了。送给你。可是，那是情志，而我，却是我。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合作计划。何总，何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何总。秦总约您今天中午吃饭，就说我没空，帮我退了吧。何总，那个秦总说，您要不出现的话，就暂停和我们公司的合作。秦总，我们为什么约在这里见面？你看，不拍吗？今天。我要跟一个最重要的人说最重要的话。秦总，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话说清楚。好，你说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？是。那你是在耍我？我承认，我有借机靠近你，追求你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，我早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如果我刚才的话对你造成了困扰，我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秦总，你很好，很优秀，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是又跟谁互换身体了吗？你前两天不还是忧郁女子，今天怎么突然变成娇柔造作的小女孩了？你衣服都在这儿了吗？怎么裙子这么少啊？有粉色的吗？有啊，我初二的时候买的那条孩子，穿倒是能穿。不过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当然是去见客户了。客户年纪比较小嘛，我得想办法融入他们。嗯，是吗？小孩子家的，
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我其实挺喜欢从人广场市的，有家的感觉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来谈合作的吗？这次是准备入驻超市？可不是嘛，来看看品牌。那这次要代理的品牌是？也是内裤啊。对，我是要准备代理这个品牌。何总在服装界已经很多年了，他比较有经验。对了，夏晴天，明天上班的时候做一个方案。啊？不是吧？老总，继续。嗯，请。我们公司真有这个计划？你傻呀，一眼都看不出来。夏夏，你真做方案？不然呢？被我妈害死了都。那我帮你吧。何总，里面请。秦总，这一次我是认真的来和你谈生意的，请你尊重一下你的合作伙伴。谈生意？是吗？这一次你要给我公司让出10个点的利润。好啊，都可以谈，看你表现。还不够。好好待遇你。表现也不错，就5个点吧。我先走了。别走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妈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为我付出，我希望你也能拥有自己的人生，还有幸福。你们请啦。
这次的深度催眠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对方的生活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，让你们真正的理解对方，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。谢谢医生。那你们聊一聊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以前我不知道你那么辛苦，还老是跟你吵架。你别说了，妈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。你和郭志宇的事儿，妈不管了，我相信他，更相信你的眼光。妈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妈。妈，那你自己的幸福呢？真的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继承了我的美貌，随便穿穿就青春靓丽。那当然，妈，我一会儿上班还要打卡，我先走了啊。等我一下，今天要去你们公司和秦总签合约，正好送你过去。那你快点。阿耀，夏夏，夏夏，阿姨怎么来了？你别紧张，我妈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真的？请进。谢谢。早就听闻秦总大名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本来打算亲自去接你的，但是临时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请何总见谅。秦总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要是这么见外，我就得怪自己没带礼物了。坐。秦总也看黑格尔的书。这个是，你之前给我留的电话号码被雨水淋湿了，今天能帮我补上中间的几位吗？你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好久不见。Thank you.
听不到打翻心事的胡闹，满桌的风声忘了我的喜好。